近日浏览网站，看到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：为什么有的人从来没去过美国，却骂美国特别带劲，看后总觉得心里不舒服，有话要说，不吐不快，必须反驳。不知道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是出于什么目的，反正这个问题一看就觉得很不舒服。美国难道不该骂吗？没去过美国难道就不能骂美国？去了美国难道就不骂美国了吗？特别是特别带劲这个词，让人心里总觉得怪怪的，似乎对没去过美国却骂美国的人耿耿于怀，甚至有深仇大恨似的。美国到处称王称霸，到处惹是生非，不尽国际义务，扰乱经济秩序，破坏地区和世界和平，难道不该骂？那么该骂谁呢？难道维护经济秩序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国家和人民还该骂吗？真是岂有此理，没去过美国就不能骂美国吗？这是哪里的规定？是美国的规定还是联合国的规定，亦或是其主的家规？家规可不能拿出来唬人，尤其是那些见不得的家规，比如没去过美国就不能骂美国，去了美国难道就不骂美国了吗？我看了一些朋友对这个问题的回答，有朋友说去了美国的人骂美国还更厉害呢，不知提出这个问题的人对此作何解答。非常希望提出这个问题的人能对特别带劲这个词做些解答，如果能将提出这个问题的初衷做些解答，那就更要谢天谢这些人了。一个问题可以反映提问者的立场，提出这个问题的人不知是何立场，对于提出这个问题笔者确实好奇甚至愤怒，所以写了此文。不敬之处敬请排寒，毛开云。